即搭步下相追呢，都曹操这边的步下相追啊，所以人讲伊是枭雄。看看对伊拢袂歹吼，对伊吃喝，吃喝嫖赌拢会当，拢无欠，但是吼，变做去利用，你知无？所以我才说，上面开始好的上司。什么才是你的好的头家？安尼你敢知影什么款是你的好的头家？迄款头家，男是要利用你的吼，啊，而且伊是安尼的时阵，迄个是好的，即款的毋是的，你知无？啊，毋过呢，下骹的意思吼，会互误解去，你知无？即款的利他甲即款的利他会向误解去呢？即款是呢，你爱啥，我互你啥，啊，这毋是的，这是要互你解脱的利他呢。所以纯自利的利他甲共自利利他，这完全意思拢无共呢。所以这是做微细物件哦，这都讲出来，大家较会知。啊，无有个人当做安尼嘛是咧行菩萨道。我们这上面红菩萨的，这在做魔王啦，上面菩萨的。所以这个也是，有时候我们要知道的，到底他问题出在哪里啊？你若无对这法了解，你有哪些啊？你，好，那就是一家料才有发生这个问题出来，因为啊啦，一往外求，一当然嘛是咩？要控制，这妄心的人一看往外求，看往外控制，你知不知？往外控制的变成伊的权力啊呢，所以有人爱权力的时候，伊就变这款的呢，他想往外控制，啊，其实德行不是安尼，德行是往内放下，啊，德行出来，啊，用这个射受的，用安尼个射中的。啊，你唔再是清净的念，哦，啊，你顺路你接近伊吼，你唔只有我都享受吼，即款的宁静的 SPA。啊，但即款的人哦，你接近伊边啊，你会惊呢？我讲啊，咁听。啊，你白白的接近这两种人，你要注意看卖。你虽然这个。好，你看个啦，很壮大，很有权势的感觉，但是你会惊呢，你会怕呢，啊？敢讲你受教拢无感觉去啊啦？啊，这块唔是呢，这块让你感觉足自在的呢？为什么？伊是要让你，伊是用个清净来让你感受的，哦，唔是要利用你啊？我无一款，我无一个挥之不去的影像。但是讲实在吼，这款的人侪，这款的要接近这款的少，因为众生都是爱这款的较侪，很喜欢相守的，所以你看了解，只能不能常相守。但世间人拢很喜欢相守的，你知无？即卖用也无代志啊！惊，咱个来对呾吼，来唱一个歌嘞啊！咱个来聚餐嘞吼，啊，大家个好啊！啊，即卖哇，敢那用落来，佮开始寂寞，呾毋知是咩啦？啊，惊啦！咱个做下来，叙叙感情吼，然后是完全无法度耐得了寂寞，你敢毋知呀？啊，有个人，伊会讲，啊，不要紧，这一摊拢我出吼，啊，你食会惊未？当然卖惊呢，但一摊拢恁出，啊，后一摊呢，后一摊，啊，不要紧，后一摊佫我出。啊，其实伊是要做啥物工课，你毋知？所以啊，常常咧散摊这后我多这话，这后我挡会掉，你当然接近伊边啊，你袂惊，但是有个人做爱安尼呢。
无甲他讲话，已经好像感情没有连续了呀，这样不太好。所以很多很多问题，你自己要亲近心去了解，到底问题出在哪里？哦，因为伊都无法度这样具足，就是讲这三种内底，你干那一项尔，迄嘛是一种执着呢。你干那出这啊出这啊出这，迄嘛是虽然我讲我拄好讲过，这嘛是火呢，这嘛是火呢，这嘛是火呢。这三种都是火的，但是哦，欠一项，伊就出问题啊嘞，就是波罗蜜啊嘞。哦，所以这波罗蜜多难呢，多难！迄无相当有福慧的人哦，还是讲相当有听过法的哦，有接近神智性的人，你无法度知影这呢。所以今天恁大家听到是福报，这大智度论内底，无得去看到这款，哎，唯识慧呢，不是波罗蜜呢。你看到一点差一条，啊，慧的一个解脱，那不是波罗蜜，你又差一条呢，安那更不是解脱呢。好，那我们说，哎，拿一家来讲哦，会无因果这为事哦，阿哥来记大家中观哦。阿哥来这样。这如来藏哦，哦，这中观这微相哦，啊这，人讲有波罗蜜的，才是如来藏，才是真心解脱的意思。哦，好，过来哦。菩萨，哦，都也是有人讲教我解释六度四色啦，吼。啊，其实吼，我用这内底内容简单讲，恁就知啊。六度四色，恁若拢用这三种心态去做，就没有问题。这大家叫做愿断一切恶。你卖左右嘛，你左右那就是恶啊，对吧？不该有的你执着，这就是恶啊嘛。诶，不是讲我杀盗淫这是算恶嘞，杀盗淫那个已经算粗啊嘞。只要这里放不下就是恶啊嘞，我没有办法放下一个闭魔啊，你知不知？所以这个是一个恶啊嘞，所以愿断一切恶，阿哥来这注意因果，愿修一切善。再来，两边都不执着的人，靠我都行中道，靠我都利他嘞。叫适度一切众生，哦，也就是说，正进一步呢，能够一心三观，叫我度众生呢，哦，所谓缘起性空，两边都注意，挨得起，两边都注意，你叫我要利他，比如说，我心向善啊，我多，而且呢，我搁未执着，所以两边都不执着，挨得起。那就是可以利他，所以愿断一切恶，愿修一切善，摄度一切众生。空假中的是菩萨三句境界，一家发展出来呢。哦，修六度一开始什么财师法师无畏师，所以底下财师，底下法师，底下无畏师。啊，无畏师，什么是无畏师？给人家没有害怕的 SPA 给他无畏师。哦，所以财师、法师、无畏师，来僧人、华人、无僧人，哦，来戒律的话，那就是愿断一切，愿修一切，适度一切众生，三句境界。哦，所以六度每一度都有这三个呢，而且用不同的
不同的那个语言表示出来呢？这个安尼知无？安尼我已经把六度四色讲了好了。哈，都弄一家发展出来呢。因为常无常，黑东西相伴有假施舍。哦，不过呢，佛陀拢讲，佛陀拢常常讲无常。好，那佛陀常常讲无常，目的是要让你不要有常颠倒。所以爱了解这个意思啊。啊，我都话讲有色假、名假、噶法假嘛。一开始的色都不是常跟无常啊，为什么常跟无常就是两边相，执着一边弄不掉。我多少讲，不管什么款的名相，你都未使执着的掉。哇，你通通不能执着，为什么？因为缘起性空法，已有空性，一切法才可以成就。所以一切法是究竟空性，这个是没有问题的。不管你讲什么法，通通一样。哦。所以既然是空性，那当然常也是空性，无常也是空性。好啊、哦、可是佛陀常常会说无常，是因为众生着常，是用无常来对治常颠倒。那我问大家啊、哦、如果你已经可以对治下来的，你还要不要需要这个抓着不放啊？啊、哦，就像刚才有人问我们说、啊、我们都有念头，那就是一个维系好的时候、啊、是要去掉。我说如果去不掉的时候、啊、你干脆用对治的，但是我说这对治是暂时的，不是永远的。因为、哦、你这个颠倒很厉害的时候，你需要这个法来对治。如果你已经不是那么厉害的时候，那你就连这个也要放下的。所以我原则上我是不爱劝人用对治方法，我是希望你转掉，用你个动作的空性转掉就好。啊，若真正无法度，安尼有对治的方法，贪行者用不净观，嗔行者用啥慈悲观，这是对治的方法。但是呢，对治了呢，你爱放下唔免，爱放下，无放下叫做唯是慧，不是波罗蜜。无解脱，哎，所以对敌的话是非问题，但是吼、哦、对敌了的时候，兵将来了，你都要放下。所以我以后不爱人，我以后不是很强调对峙，啊、哦，但是呢，对错好的人哦，你一定要用对峙改。但是对敌的，错法的人你无以对敌来袂使。但是呢，你甲一个听到了吼，你袂使个一直遐挥之不去，挥之不去的唯是慧，不是波罗蜜，这迷谁物件啊？啊，诶，佛经内底嘛比喻过吼，但有人。有一个女孩子向着水来吼，哎，师傅赶紧甲救起来吼，吼，啊，结果吼，哎，边啊徒弟三个月后，佮问伊师傅，你犯戒呢？我讲唔太有，你讲当时的代志，我啊三个月前吼，你去人，你人个那女孩子向着水来，你去摸起来，瘦瘦不清，你犯戒啊？啊，哎，师傅讲，